陳偉業議員，多謝黃國興在這裡繼續分析聽取我們的發言和評論。主席，就我們的進度理想去得很快，我們的議程嘣一聲就已經去到修訂案第469，即是議決為削減分目000而將總目92削減3億1000，這個200000數字驚人，三億啊！這個是削減大約相當於律政司就刑事檢控這方面呢的員工個人薪酬的全年開支。這個人數眾多的，主席，在眾多即是項目裡面呢，在我們削減的人數裡面來講，這個是即是極大，亦都影響深遠。為什麼我們這麼狠心關於刑事檢控方面，即是要削減它總體的開支？因為對這個的刑事檢控呢是極為失望。即是簡單而言呢，就是刑事檢控已經成為政治的工具。即是跟我們過去強調司法獨立過去強調專業人員呢是按專業的判斷呢去執法或者去執行去那個的應有的工作。但是呢在刑事檢控方面呢，我們已經覺得即逐步已經成為政治的工具，等同這個的警務處我們先前都提到呢特別長毛已經多次批評這個曾偉雄即是那個破壞香港警隊嗰個嘅廉潔嘅形象啊，同埋嗰個嘅專業獨立嘅地位。嗱，呢個刑事檢控方面咧，就有呢一個嘅政府律師135位，咁另外有136名咧係法律輔助人員，315名咧負責行政、文書同埋秘書方面，咁總共夾埋咧就586人。咁係眾多嘅團隊裏面呢係即係較多嘅，而喺整個律政署裏面呢係最多同埋最大嘅部門。咁總個薪酬年個開支一年呢係高達3.1億。咁喺呢個刑事檢控網領喺個工作方面呢，即係我哋就可以睇到佢呢方面嘅工作啦。咁主要就係進行呢個刑事訴訟咁喺呢方面呢作出呢個決定，咁而有關呢方面嘅工作呢就必然係喺呢個法院呢方面呢進行呢一個嘅檢控嘅工作。咁刑事檢控科呢就係負責刑事嘅案件呢係提供呢個指引，並在香港各級的法院就刑事案件進行這個檢控。較嚴重的案件呢主要是要負責這個的訴訟方面的工作呢是由政府的律師呢是負責進行這個的檢控。咁這方面近期呢即係有關這個的政府方面負責進行的案件呢也都包括一些的上訴的案件啦，是吧，申請保釋和追討這個資產啦以及協助進行這個的死因研訊啦。咁在大多數的案件都是在這個審裁處方面呢是這個的處理的。咁在這個審裁處方面的案件呢主要由這個法庭的檢控的主任呢是這個的負責。咁當然大家都理解有不少的案件包括即這兩日轟動全港的即廉署檢控啲財團同埋前呢個政務司的案件呢，有即這一類咁案件呢都係會外判俾呢個嘅私人執業大律師呢個嘅負責。咁其實我自己即感到
呢個少少題外話啦，我只覺得呢個係對呢個專業團隊嘅一個嘅唔尊重，或者係唔信任，或者係一個嘅專業上嘅冒犯嚟嘅。即係你重要嘅案件，即係話我個部門唔掂啦，百幾個律師，百幾個法律輔助人員，係嘛？即係呢個完全唔掂，係嘛？重要嘅案件就要外判，甚至遠到去揾英國揾人翻嚟。即係你嗰個部門自己應該係自強不息，應該係要爭取呢一個嘅表現，應該係要爭取一啲重要嘅工作由翻自己部門去做噶嘛。即係你點可以即係咁呢一個嘅缺乏尊嚴、缺乏呢個嘅自信啊？即係需要即係啲重大嘅嘢咧，就要外求，即係。呢、这個好似俾人當年即係呢個清末民初嘅時候咧，中國人俾人被稱為東亞病夫咁樣樣，係嘛？呢、这個刑事檢控科呢方面咧，喺個法律界方面真係法律病夫，唔知係咪啊？即係唔掂嘅。較為重要啲嘅嘢啊，需要呢個嘅多啲或者係重大啲嘅壓力同埋呢一個嘅專業知識等等嘅嘢咧，就要外求。一個咁唔打得，咁我哋個司長好打得噶嘛，係嘛？但係一個即係咁唔打得嘅部門，唔該，即係鏟咗去消除好過啦，唔好喺度即係見到都眼冤啦，係嘛？咁所以一個咁即係虛弱啊，咁冇尊嚴嘅即係組織咧，即係我覺得作為香港一個議會咧，應該要即係迫使佢哋要自強。啊！即係好似頭先，咩問題？